我给你机会啊，你把那些跟你一起搞的说出来，我现在不要你说，你不方便可以人多没事。哦，他们太多了是吧？对。那我悄悄的。你细心的告诉我，得了没有？他们报复我是吧？是啊。出来玩怎么可以做卖朋友呢？谁搞的？啊？马去哪里了？马去哪里了？谁搞的说？嚯，江西胆子，谁搞的？有谁搞的？有谁知道？你要干嘛？把那个助理呢？你这人，你找我们干什么？怎么把这个床都江西挡下了？自己查。我怎么查？今天住宿费免了，我这样子住你要免了，你不免我也不交你的钱。哇，你开玩笑的，我免住宿费给你，信不信你搞了一轮哥？我搞了，我回来叫你睡啊，你是？啊？你肯定是你搞的，你想把双证去搞的，然后呢就想免住宿费。不是我就说是我了，对。把住宿费交给保安，帮他搬出去。保安跟助理呢？保安跟助理啊？嗯。你在里面，在里面。都不称职。在里面吗？他在里面可能谋划什么东西吧。你先看一下，如果看到他们的话，就把救出来。哎。光黑来干嘛？谁搞的这样的？啊？信不信你搞的广告？对，我现在睡醒都成这样了。完！见面了。到底是谁搞的？礼拜一讲吗？肯定啦！你看，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多少？啊？我还在睡觉啊！你都不理我，真是。快点，保安，开住宿费。在这里睡吗？对呀、啊，在这里睡觉。出来，出来，李莎，李莎，出来！哇，你这把什么情况？这把没用了，废了。谁搞的？废了。李莎，还有，保安，你看看，什么局面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不挺好的吗？对啊，我没有。你问你，小黑，不要问我。什么小黑？小黑是他。问保安。做这个。我叫你在那里看，我回来了，门是关着的，进来看到这样，你是这么当保安的吗？不是，我去躺下，我怎么知道他们弄成这样子？昨天晚上蹲。你还跟我说要加工资，你看一下，你这个工资可能就是，没有加五块就可以，我能加两块就可以。已经要减出来了，到时候发工资肯定要扣出来。你说还有你谁搞的？什么经验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还有你这个助理啊？喂，干嘛拿我的？你们两个。先等一下，我给他们发工资。现在不是躺得很好的吗？他们都喜欢这样躺啊。哎，你看一文哥他们，哦哟，上有盖锅，盖风盖雨的。哎呦，给我，人家赔钱吗？你走开，你们两个坐好去。我等下你就啰嗦了。住宿费交过来。都叫你还拍。住宿费交过来，这样要交什么住宿费？肯定要交住宿费啊！那你去叫保安把它扶平去。你把住宿费交过来，快点！没有钱，给你的。你交不交？山穷水尽。你不交你出去！你把住宿费交过来。那你先找人发工资先，等下我再见。谁还去发你的工资啊？我跟伙计好。好个屁！李三，你走开！你走开！怎么会想到这样子？你走开，可以吗？大哥，妈，今天可以不？现在给我发工资了是吧？你不要吵，我现在给他发工资。你昨晚上干了没有？干了呀。干几个小时？12个小时。啊？12个小时。高工价、低工价的。高工价呀，低工价谁去干？休了几个月休？两个。又零个不发，又零个不发。你结不结菜？
当然加菜了，不加菜怎么可能嘛？加了鸡腿还是鸡腿？几个？一个呀。有没有加蛋？没有。今晚来吃吗？去。公鸡100零二，只发100。又零头不发是吧？是啊，发100啊。你想干嘛？发工资啊。又零头不发，谁教你的？好好干，我哥不会亏待你的。哎呦，跟着你啊，三天二九。郭总，我突然想说的。你坐下，你不要吵，你我帮我发工资先。好，你给发工资。刘亮哥，嗯，昨晚上干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住宿费。住宿费。咦？哇，你这个裤子到处都是洞，你到底放在哪个洞？这个洞总有一个洞是呀。哇，你这人真的是奇了怪了，不是说病好了吗？病好又不干。哎呀，休息嘛，天天干受得了呀。还休息？嗯。干了没有？肯定干了呀。干几个小时？那我想想。你干几个小时，还要想什么想？干了六个小时。高工价。两顿饭。你是二饼了吗？对，一个鸡腿，一个蛋。郭老黑就是郭老黑。不去了，反正就剩5块了。对啊，被你扣的。怎么说被我扣的？被你扣的。我一个鸡腿20块钱。对呀，我30多工资就被你弄成5块了，这咋整啊？真的是郭老黑就是郭老黑了，太黑了。你工资还剩5块，给我呀！零头不会是零头不发吧？我知道你为什么发10块的，你破例的。这5块哪有零头？行，我给了10块给你。对呀，这才好啊，这才大度啊！是不是我汇了5块给你了？对呀。干嘛呀？你叫他还是叫谁？搞这种，睡个觉真是被你吵来吵去。这样还能是吗？昨天上晚班呐，干了几个小时。真的是，躺平躺平躺平。到底上还是躺平？躺平了，昨天搞玩手机玩了一通宵。哇，你这人连躺平跟干不干你都不知道的，你是不是在梦游啊？啊，就是被接了。还有，你欠我那钱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我不找事做了吗？那你找到了没有嘛？找到了。找到你去开条把钱还给我啊！把住宿费交过来。好。要啥法吗？对。然后先还你一点。还多少？住宿费今天先免。然后先欠着，还个整数给你。还多少吧？还个200吧，还欠个800多块钱嘛。转过来。稍等。你怎么回事？什么回事？干了没有？干了。干了15个小时。哎呀，你不干了，你不要老去干干吧，就这边接过来。我给你个。你这个人呢，都不诚实。阿甘，我哥不会亏待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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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甘，我你马上关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可以吗？来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多少钱？把住宿费交过来。多少钱？20块钱住宿费啊。放个音乐，减你的小。赶紧。小10块钱。哼。你不要看你躺回去你的，这里关你什么事？喂，我哥要不借20块钱给我吃个饭，躺去。兄弟，你呢？干了5个小时。高工借低工借的？高工的。
今晚还去吗？好别。爸爸，这东西打算怎么喝啊？你要冰冰水啊？喝冰冰水。喂，你睡得舒服？你把酒挂到这里来。不行啊，他在睡觉，他过来拍我了，过来奇怪。喂，下次打不住他。干嘛？干了没有？工资还是收住宿费啊？干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把住宿费交了。行吧。快点啊！你这个人是奇怪的。你那么着急的干什么？多少？二十啊。二十啊。别把我躺平。哼，这么一躲还能睡？我真的是服了你这些人。你呢？躺平了。你也跟着他们躺平。你看这样子还能躺平吗？我跟他们学习啊。就是没走过来。肯定能躺，肯定能躺平啊，是吧？啊。也是躺满了，对吧？我先跟你躺平了。对啊，不要躺满，躺平。你不要躺溜溜。我怎么了？你没有好下场的，我告诉你。下个就是你了。杰哥。干嘛？拿来了干嘛？干了没有？你猜啊！我不用跟你猜这猜的，你干不干不干，把住宿费交过来。你那个住宿费吗？我交不起吗？真的。那手下怎么那么多瓶子？有条件。20块钱住宿费。对啊，二十啊。我放在那里干什么？你这个人像一回事，奇怪了。你躺平就好好躺平嘛。起来。你呢？躺平。下面我在干美女的，干啥？就是会。喂，想不想知道这是谁搞的不？我想知道啊，可是你今天要把住宿费交给我啊。你先把住宿费交给我。他想帮老六，他想告诉你。又想帮老六。他特别想帮我，你告诉你他。来呀，让我拿钱啊！快走，拿钱！你怎么把钱搞到下面去了？我愿意啊，来拿去。哼，天天不上班的都有钱，上了班的他妈的一分钱都没有，还倒扣你的钱。你们两个，不是他们两个，你不要吵。怎么我们两个？我等下我拉你出去，我就处理你，你信不信？住宿费，费就费嘛，拍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妈，哼，受不了！干他！小心点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这样子的。喊什么？来，打钱去不？哇，这里的都还能躺，你是一个人才了。那现在不给躺就拿钱了。我都叫你好好干，懂了没有？小飞，小飞，哎，好了没有？好好干，干。你说还我二十？不要着急。不着急，钱来的。每天再给你，你跟郭老黑一样，怕我不给你一样，你就跟他混了。赶紧拿回去。还跟他混，等会三天二斤炖的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你看怎么处理你们两个？到底谁干的？刘老哥、庄永康平一起搞的，对吧？他对不？对。还有谁？还有谁说话？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都看到他了。给他之前。是你对不？对。那谁？我没有，他是跑进来的。那谁还打球？就那还有谁？快点，等一下啊！他说你搞这个了啊！我给你。我给你机会啊，你把那些跟你一起搞的说。
说出来，我现在不要你说，你不方便可以言多没事。哦，他们太多了是吧？对。那我悄悄的。你细心的告诉我，得了没有？怕他们报复我是吧？是啊。出来玩怎么可以做卖朋友呢？我卖你妈呢。他出卖，他出卖我。哎呀，你把他出卖了，不给他睡。别乱说话。安静。你想干什么？嘿，嘿。你想干嘛？你信不信等我拿去录一外面去？嘿，还录一波？你都是小黑了，这个保安不要嚣张。先生，等一下，兄弟，你就完蛋了。李三了，你配合把这个给搞好，懂了没有？这个小事哪管的？不，这什么小事？你也有份呢、啊。我要管大局。你看了吗？懂了没有？那是他的职位大还是他的职位大的是吧？你看好他哦，叫他一起把他搞起来。那我等一下，好的，告诉你啊，那我去外面跟你说。你要出卖朋友啊？不是他出卖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搞错了，他出卖的。干！打那个。先生，你出来。打那个。不要去啊，直接杀你，等下我抓你去处理。